二姑父，准备好了没有？二姑父，哎，二姑父啊，这是我的红包。这孩子，我刚跟街坊邻居们宣布完，给我吧。哎，我都听着了，你不收红包吗？哎，你别吓唬他了，你看给他吓唬都突突了。那你拿他啥？我就是不收啊，不收。我告诉你啊，哎，你把这个生日宴会帮我准备好了啊，给我伺候好了，哎，对你一定有奖励。哎，二姑父，嗯，你把小米粒奖励给我当媳妇儿呗。行，我把我自己奖励给你当岳父吧。那好吗呢？那不太好。你爷爷呢？我爷爷去买礼物去了。哎，赶紧给你爷打电话，告诉别买了，这都够麻烦你爷的了。没事，没事，没事。来来来来来啊，那个把这把椅子给我摆到正中间的这个显要的位置。这行吗？这行吗？哎，今天是给我儿子过生日啊。我儿子怎么出生的？啊，功臣就在这儿站着呢，是我儿子他妈妈。哎呀，陈妈妈，哎，请坐。非当不利。哎呀，坐在这儿。哎呀，功臣妈妈在哪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还这儿呢？心怎么那么大呢？怎么的呢？还怎么的呢？给孩子过生日，把孩子落家里了。哎，哎呀，那个大姐，刚才我看孩子睡着了，我就先过来。是睡着了，再让他睡会儿啊。啊，行。心怎么这么大？忘了。往这儿。哎，把那个椅子放在那个显要的位置。放这干啥呀？哎呀，因为我啊是孩子他爹。哎呀呀呀！我要那对那对。哎呀，好，我看看，这爹在哪儿呢？哎，不光是孩子的爹啊，还是孩子的爸爸、父亲、爹。就这么个小个还弄仨名儿。哎呀，顺风啊，你信不信？你坐这儿你坐不住。我今天我必须坐这儿。哎，你还别跟我犟啊，顺风，这个，一会儿你就得抬屁股起来。你这个位置就是我的，我就坐这儿，咋的？你不信是不？你等着，有请钱叔。哎呀，大家好，大家好。哎，大家好，大家爹，你请坐。别客气，你是爹，你坐着吧。不是，我是孩子他爹，你是孩子他爹的爹。我是孩子他爹的爹，我也不能坐在这儿。咋的呢，钱正峰？哎，你小子没良心。咋的了？哎，你好好想一想 啊，谁看你们家孩子最辛苦？你岳母。我岳母。对，嗯。谁看你家孩子最受累？你岳父。我岳父。按道理这个中心的位置就应该由你岳父岳母他们老两口子坐在这儿比较合适。哎呀爸，你简直想得太周到了。但是今天吧，不，没有但是，就这么决定了，好不？哦，嗯，二姐二姐夫，爸妈来了。哎，媳妇儿来了，小米粒来了，来了，接一下接一下。哎，刚子过来干啥？过来，小米粒来了，一会儿我藏在你身后，啊，别露出来。等你岳父岳母坐下之后，完了我再出来。你可真能闹。我来了。哎呀哎呀哎呀！媳妇儿，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我跟你说好了啊。今天咱们绝对不许铺张浪费，哎，也不大操大办，哎，但是必须得喜庆火爆。好，都有什么程序啊？跟我汇报汇报。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哎呀，我说老翻头了，这小腿不长，跑得挺快，这家把我溜的，强追上你。这是今天我喜事儿。你喜事儿啊？人家我外孙子过生日，不是你过生日。瞅这家伙的，捯饬的，脑袋整溜光，还带朵大红花，嘚瑟啥呀你？这我外孙子过生日，我不嘚瑟谁嘚瑟？哎呀，今儿个不跟你绷点照不好使是吧？啊，孩子们别笑话你妈啊，起来。哎呀哎呀，干啥？我跟你说，你一进屋，咵嚓一下就坐这儿了。你说一会儿钱顺风他爸来坐哪儿啊？啊，你还体会不体会咱亲家的心里头感受啊？啊，真是不懂事啊！我可跟你说，今天是人家老钱家孙子过生日啊，人家老钱头才是爷爷，你这当老爷的一会儿矜持点，听见没？你就说没听见，我就说没听。亲家，亲家你来了。哎呀，亲家母，啊，实在是太客气了。哎呀，姥姥，
老爷爷爷，咱们都是一家人，对，没必要那么客气啊。你太谦虚了。我怎么能谦虚呢？你看看啊，自从钱顺风到你们家之后，如果没有你们老两口的关爱，他的事业不会干得这么好。那是，如果没有你们老两口的照顾啊，他们小两口的日子过得不会那么幸福。你毕竟是顺风的亲爹呀。这没错，我是他亲爹。只不过他下生之后，我把他培养这么高，就送到你家，你们老两口接着培养。那他到我们家以后，他也没长啊。哎，你怎么说话？那不都是那不是我基因不好吗？说呀，您二位就别争了。您看啊，儿子女婿都是儿子，对，亲爹岳父。都是爹，对，对不对？哎，这样我提个建议啊，三位都坐在中间，对，好不好？好，请，来凳子来，好，来，好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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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亲爹请，来，坐，爸，坐，哎，来，顺风，这边，这边，哎，老范头，快点把礼物拿出来，对，还有，哎呀，还有礼物呢，那个，哎呀，哎呀，顺风啊，哎，你看，哎，这是一块那个小玉。哎呀，这个你虽然不值钱啊，可是咱家祖辈上传下来的。哦，你爸那意思啊，这个物件有寓意啊，代表咱们老范家家风，那叫明明白白做事儿，实实在在做人呐。谢谢谢谢谢谢。哎，好，你们都看我干啥？我这刺挠挠挠。钱叔，你可真能闹，爸，该我们了。哎，对，来媳妇，来顺风。哎呀哎呀，二米啊，你看看，这是我给你大姐一点心意啊，送给小虔诚的。哎呀，兰花，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顺风，哎，还有我女儿的祝福呢。祝我小弟弟带放芳香，茁壮成长。谢谢。二姐夫，哎，我本来要花钱给小外甥买点礼物，完了他我二姐说啥都不让。啊，不行。所以啊，我准备把这个看图识字送给我小外甥。哎呀，小米粒，小米粒，这一看图识字算咱俩送的行不？有啥事儿？你看啊。万一他不认识蜻蜓，我可以教他呀。用你教啊？你不得教孩子管蜻蜓叫妈令啊？对了，你的礼物呢？那个我爷去买去了，咋还不回来呢？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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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礼物拿回来了？买啥呀？哎，我刚才走到那个肯德基门口，我一看人挺多，我进去买了点那个吮指、那个原味鸡，还有香辣鸡腿堡，还有鸡翅。哎，我最爱吃的啊，太香了！哎呀，拉倒吧，这不是给你自己吃的，大伙都得吃。不是，你除了带这些还有别的了呀？礼物，放心吧，我这个礼物肯定是个惊喜，是吗？大家都满意，孩子也满意，最满意的。是孩子他爷爷怎么呢？哎，啥礼物啊？我给孩子带了个奶奶呀！哎呀，有请奶奶！我是不是来晚了？没有没有没有，不晚不晚，正好正好。谢谢王爷。钱叔，哎，幸福不？哎呀，那幸福的简直就无话可说了。你幸福的，我感觉你个都高了。哎，接下来啊。我说一下，今天呀是咱们这老辈儿来的最全的一次。对，我觉得我儿子呀真的是太幸福了，有这么多人爱他。是，你看看，有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现在叫奶奶是不是有点早了点儿？不早不早，我都想晚了。哎，阿姨啊，最近啊，你看这么长时间了，你对我爸的照顾啊，我跟二米粒都看在眼里。其实早就想叫出二米粒，赶紧的表示。妈，哎，你答应啥呀？不是叫我呀，你说我这乐的都蒙圈了。哎，俩孩子这么的，哎，妈给你们俩喊口号，你们俩开叫。好，预备，开始。爸，哎。妈，哎呀妈呀！今天是小孙子过生日，你们是不是整的有点那个冒场了？哎，这样，哎，我提个建议啊，接下来呢，咱们请长辈给咱们的小寿星每个人都说一个祝福语。太好了，好好好，我说头一句啊，好，祝我小外孙子前途远大，一片光明。好。
该妈了。我说第二句啊，叫诚信为怀，孝敬至上。好，这个我来第三句啊，四十流年不断分金。哎呀，好，锦上添花再谱新篇。哎各位啊，听明白了吧？怎么了？这是一首藏头诗，是吗？前面那四个字就是前程似锦。太好了呀！哎，接下来啊，我再提一个建议。你说，按照咱们欢乐范米粒的传统啊，应该照一个全家福。没错，二米啊，哎，赶紧把寿星接出来。哦、对对对，别动啊，我来安排。长辈坐前面，小辈儿站后边去。长辈坐前，来来来，马东走了，坐前。来来来，马东这儿，慢点。哎哎哎哎，你干嘛呀？你要坐这儿啊？刚不说吗？这长辈坐前面。你管黄小娟这啥呀？大姑，你站后边去。我倒霉倒霉大姑身上。咋的呀？叫大闺女吃亏呀、啊？不吃亏，我这不还抓了个姑父吗？我。爸爸，我觉得咱不拍照片了，哎、咱拍个视频。我领唱一首歌，作为我们送给豆豆弟弟的生日礼物。哎，这个好，这个好，这好，来来来来来，认真来来，来听我闺女的啊。好，好嘞。我爱我的家，弟弟爸爸妈妈，按时不吵架，常常陪我玩耍，让爱天天住家，让爱天天住家。感谢你们对我们欢乐范美乐的支持，你们爱护我们，帮助我们，疼爱我们，欢乐范美乐全体人员，谢谢你们。